来，上菜喽！哦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我们来恭喜陈怡上任检察官。谢谢，我今天没办法喝酒，等一下还要回去工作。没关系啦。哎，来，恭喜。 你干嘛这样子啊？行政我干嘛这样？一心集团害了这么多人，结果只罚200万。但新华还被判无罪，抱歉，我真的不知道今天要庆祝什么。庆祝中华民国多了一个没用的检察官。这只是一审而已，不要这么快就放弃希望。打输官司不可怕，可怕是你失去信心。我怎么可能不失去信心？你们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为什么竟要法院做坏事，辩无罪？我还要被告？不要动不动就怪罪司法，法官是依证据在判决的。 如果不依照证据，就会有很多人做冤狱。好，现在依照证据判决了，又被你们说恐龙法官，你却这样公平吗？我告诉你，是你那个判决找收集证据根本就不够。潘哥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要尽快让剪掉介入了吗？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是啊，对，就是你的错。如果你尽快让剪掉介入，就会有更多时间收集证据。 要不是你逞英雄做什么报道，辉哥根本就不会死。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是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为什么法律都落得那么严苛啊？法律是平等的。他妈狗屁啊！你不要什么事都往坏处想嘛。你为什么一直在帮他讲话？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？你哪有在帮他讲话？我们是站在你这一边的。 妈终于懂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！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恭喜你啊，检察官。世荣，何世荣，不用追了啦，让他冷静一下。嗯